在1930年代，一位来自佛山的武术家发明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武术——咏春。他随后更加把咏春发扬光大。不用我多说，他就是七代宗师叶问。闻名全个广东省嘅一个武术咏春，为了见识一下，我特登从香港远道而来，希望我哋两个可以进一步交流，同埋一齐打打下。有朋自从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贵客嚟都嚟啦，皆要好好招待啦。冇錯，人體出拳嘅時候，拳頭加快，能夠釋放出一種衝擊波。如果你可以控制到呢個出拳嘅位置，同埋加快拳頭嘅速度咧，便能起到障眼嘅效果。你發明嘅咏春，果然係名不虛傳啊！不愧係你啊，葉師傅，我認輸。請問我可唔可以拜你為師啊？難免難免，咏春呢項武術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，我再要發掘發掘一下。就當我求下你啦，你一出拳已經令到我心服口服啊！咁好啦，多謝葉師傅。主要嚟講咧，就係參考唔同武術，同埋咧係唔同動物嗰時戰鬥嘅狀態。三咏春嗰時可以話雖只係一隻動物，無論係獅子或者狂都得。總結而言咧，參考唔同動物戰鬥嗰時嘅姿態，就係咏春嘅精髓啦。好啊，踢腳可以踢高少少，腳踢高啲，係腳踢高啲開始啦。哇！徒弟，今日嘅訓練就到此為止啦。記住要好好包起練習，先可以進步。啱。再見。憑咩話呢啲錢係你噶？上面有你個名啊！你夠啊！你咁樣蝦女人，仲要綁住佢條頸，仲要偷佢啲錢，仲要加埋使咁嘅嘢，你食我依除啦！哇！點解我見唔到佢嘅？好似你哋呢啲咁嘅人，就一定要用狐狸般嘅姿勢嚟對付。你竟然仲夠膽玩你嘅錢，去死！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啊，多謝你。請問閣下大名叫？我。叫葉問，
要幾多錢一次走啊？$15啦。頂啊，咁貴！你班富貴喺度做咩啊？呢度下個人地盤啊，我扯啦！啊，你咪要我俾你睇下我啲實力啊嚇！喂，你做咩啊？夠了！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葉生是吧？我哋富國對你嘅詠春好有興趣喎，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向我哋嘅人民傳授一啲武術呢？你又有乜嘢本錢咧？唔知道葉先生，呢、這個會唔會可以成為你口中嘅本錢呢？只要我一發令，我就可以令我嘅軍隊血洗呢度成個城鎮。都唔好以為我淨係講笑啊！你與當年一樣欺負弱小嘅平民。算什么本钱？好，我就是知道你这种人，不过你这种人通常都不会活得耐的。好，我跟你哋走，但是你不可以伤害平民。咁是啱的嘛，大人，将佢带走。不愧你就下个人啦！你追我追咗几耐啊？唔耐，三日啫。话晒，一阵间你仲要同我喺两国人民面前上演一出好戏，以证明我国嘅武术系强于你哋，甚至系全世界最强嘅。不过估到你唔肯就范噶啦，所以唯有用呢种方式啦。咁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对打？讲得好啊，叶先生。咁样，请看这个。这个是在贵人家的保险箱找到的，还要用这么贵重的包装包住，想必入面的黑片一定是对你十分重要的。不过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竟然咁做！你呢班下國人系咪真系咁無恥啊？我一定要打死你哋！葉先生，我真心咁样对你嘅呢个种精神感到敬佩啊！不过就系唔知道你而家嘅身体状况容唔容许咧？无论点样，我哋嘅演出就嚟开始啦！祝你好运，葉先生。